泰国料理中的打抛是指泰国道地的打抛猪，其打抛是指一种香料品种还是料理方式？陈思安、宋芬提，料理方式。你是马来西亚的人呐、啊，拜托，我好生气啊，真是的。他就是打抛肉、打抛鸡、打抛猪的，打抛是一种打抛液啊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